吃一点葡萄，吃一口荞麦面了，来吃一下波兰特制的水饺。这些都是你们新年一定要吃的食物吗？一定要的，这个一定要的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别的年菜哦，还有不同的迎新年的方法。太棒了，前辈们站出来，让我们一起迎牛年吧！周一、周二晚上9点，姐妹站出来。